大家再度回到七月四年男子甲级排球联赛比赛现场。刚刚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呢，由群力顾问来出战美金龙国训队的比赛。最后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比数，国训队最后是以25-19、25-23以及25-21直落三来击败了群力顾问。那么在赛后呢，我们也为大家访问到这个美金龙国训队先发主力的举球员何正勋何马来到现场。是先请何马跟大家来打个招呼，跟球迷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何正勋。好，其实何马来这个国训队服役到现在，是不是已经熟悉了这左训的生活？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到左训也差不多7个月了啦。之前我们这些球员啊，就是有在搭配，对，不管是青年也好，成人也好，都有搭配过了。是，就在国家队的时候。所以我们默契会比较好。之前是我们没有什么在套队形啊。是最近才开始在套队形。是因为为了联赛的关系吗？还是？对。教练来也有做一顿一番的整顿啊。做了什么整顿？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体能啊，我们体能各方面都会做的比较勤。因为他教练说赛季会比较长，是，所以我们体能方面一定要做比较充分的准备。对，那在国训中心练球的状况是怎么样？练球状况就是每天都练吗？还是每天都练啊。对，我们现在就有教练在，所以我们练球时间比较正常。对，好，那今天整体的表现上，你自己觉得自己跟队友的搭配如何？我本身最近的状况是不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我没什么球感，最近练球都没什么球感，就觉得自己很失落。好险队友很争气啊，对啊，可以打得到我的球啦，我觉得蛮高兴，蛮欣慰的。所以搭配上也觉得跟队友默契上都蛮好的。默契上是没有问题。来，以这场比赛来讲，对，默契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其实你第二局有一度被换下场，换上这个邱泽上去，来讲一下你跟邱泽的举球上跟队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本身跟邱泽的那个感觉球值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的球速会比较快，邱泽是球速会比较慢，所以我们就是一块一慢，一块一慢，会扰乱到对方的战术，对，所以今天才可以打得这么好，还好，谢谢。秘书长这边有没有什么要来跟这个河马来聊一聊？不过我想，基本上从这场球可以看得出来，国训美金龙这个部分呢，整体的默契是好多了。不过可能，他们自己本身的生活上啊，要加强了，私人的生活上要加强。好耶，谢谢这个何正勋来接受我们访问。等一下再回到这个张金龙秘书长这个赛后精彩的奖品，请大家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现场。